抢走了，你是本来要做校长的。所以他就是在每一个领域上都是最完美的表现。提名他成为不分区立委，大家看到他的表现，可以短短的一届立委当中就被大家选为最好的模范立委、最好的教育立委、最认真的立法委员，大家对他的肯定我相信都是毋庸置疑的，加他大家都是非常喜欢柯志恩。四个月前提名柯志恩，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来这样洗洗的辣辣的，这样就想要闹头还是要准耍。国民党这回不但爱负责，不但爱认真，也要得到所有高雄市民的尊重。我们派出一位可以受到大家认同尊重的好专辑，咱用掌声拍一波啊！把柯志恩推荐起来吼。不管民进党偌济资源，不管即卖伊中央用所有的媒体要来压，要来讲啊，要来坐，各位，咱这位小虾米，伊也结合所有的市民家的小虾米，有一天，我相信十一月二日，伊就会当扳倒那个大金鱼。我们共同的掌声给柯志恩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所有的市民，我们都是小虾米。我们要改变高雄，高雄民进党执政二十几年，大家上大的感觉，高雄敢有变较好？高雄敢人口有变多？港都敢有够继续伫世界，亲像过去安尼，会当发光发亮？即摆我相信大家对高雄的印象，就是一个愈来愈侪囡仔北漂，愈来愈侪囡仔外流，人口已经不但输予台中，也愈算愈侪。产业走去比其他的都市，啊，遮留伫高雄是啥？第一，空污啦，污染真严重。第二，欠电，这几年来，大家拢感觉，常常停电拢咱高雄的，上严重就咱高雄的。咱遮发电，结果咱遮欠电，咱遮断电，污染、欠电。第三项，本来高雄人想讲，咱的韩国瑜市长的团队，咱的李四川已经解决的路平离开以后。这两年来，大家都讲，吼，赶快又出现这么多的坑洞，路又不平，污染、欠电、路无平，大家期待讲有。